风华谷，坐落在人杰地灵的西晋之巅长留山。风华谷谷主白月是江湖有名的少年医仙，剑术高超，医术更是卓绝。今天是我叶希修炼成人参小仙的好日子，在这长留山下修炼千年，终于能出来看看了。林中最声名狼藉的妖女叶希，这个妖女仗着武功高强，抢夺了许多门派的武功秘籍和压箱底的宝贝啊！诸位且慢，兄弟们，他俩是一起的，我们一起上。我是这么说过没错，但你确定真的想听吗？哎，为什么不听？你现在就全说出来。行，那我告诉你，五年前你被唐阳所骗，成为全武林追杀的妖女。你说我五年前就死了？但三年前你又出现了，还被太子带进了宫。太子甚至为你遣散了后宫，然而没多久，太子却亲自昭告天下你的十大罪状，最终又让你扑尸乱葬岗。我就是好奇才来乱葬岗看看，你这次有没有死？住手！走。你没事吧？哎哎，没关系的，小希，我可以等。我的命也是你救的，只是想让你明白我的心意。我想用我的余生来报答你，可以吗？行走在江湖上，故作潇洒。偏偏感情还让人放不下，也想爱也想杀，离不开的还是他。生死几回，说着万物牵挂，偏偏眼睛看得到回答。少了你少了我，谁还在乎天下？总是几回兜兜转转不变的牵挂，几度生死江湖摘去尘沙。是你注定和你花前月下，怎么不敲一下门啊？我头疼。哎，干什么？你别趁之危！乱动。你受伤了？你伤哪了？我看看，看一下又不会死，你让我看。闭嘴！
谁敢杀他？